我叫杨万山，德安族，今年64岁。我是德安族双茶技艺升级传承人。德安族是古老的茶农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种茶比较早的一个民族之一。所以人家说有茶山的地方就是德安族居住过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是以茶为生，以茶为图腾，茶是代表了德安族的一个性格，性格就是要和睦相处，像茶一样的发出自己的芳香。德安族与茶息息相关，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在社会交流当中，茶是不可缺少的。金科茶、银科茶，有千禧茶、乔迁茶、提亲茶，有定亲茶、和睦茶。有的茶在生产生活当中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，是缺少不了的一种物品吧。德安族双茶嘛，历史也比较久，历史也大约有2000多年了。双茶呢是随着这个历史的变迁一直发展到现在。时代不同了，茶还是原来的味道，做也是按原来的老传统手工艺来做。德安族的老人对自己的子女子孙，他就说我们不能够懒，要勤劳呢，种茶、苦茶、爱茶，因为这个茶能够给我们带来生活上的富裕。我的徒弟大约有10几个，都还是比较能做，啊，艺术能够学到手，能够传承下来，啊，不丢失我们德安族这个茶文化。是我最大的骄傲。